全球老外很开放，探索性教育大揭秘。他们会用台湾笑的方式。我爸爸跟我说：“哎，我跟你朋友，你要戴帽子啊。”然后，爸爸问他是全罩还是他会放一些保险。这个呢，就是大人想要 baby 会玩的摔跤游戏，小孩子玩这个游戏会死掉哦，好可怕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